重庆，你这边点这个铲皮这个横条字这里，这样连续点击，然后出现这个频率调节，然后你这个一直加可以加起来，那个加频率，然后你可以这个频率可以加得去，就是你那个铲皮上面可以滴水嘛，你可以看到它那个你那个频率，频率大了，你觉得合适了，然后你就点保存。然后点。